上一周，我们看到一个，呃，好像是好莱坞这个大片一样的这个新闻啊，呃，说有一个中国学者在洛杉矶下飞机了，然后这个移民局、海关和这个边境管理局走上前去检查了一下他的签证，呃，十年签，在他的十年签上打了一个黑叉，是吧？拿黑笔打了个叉。 呃，确定他是与体制是吧？中国体制有关系的学者，那么原籍遣返，把他赶回中国去了。那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解气，是吧？啊，挺好玩的，就是美国也开始这样做了啊。但是延伸阅读一下，发现这是一个一年前的旧闻，而且故事也没有这么惊悚。 是参加完国际会议以后啊，这位中国学者被海关与边境管理局取消了他的十年签，确实在他的十年签上打了一个黑叉，那么不允许他使用十年签，随意的往返于中美之间。但是呢，我们看到美方的这个政策啊，它还是比较这个比较规范的。 他并没有永久的拒绝中国目前啊与体制相关的这些学者访问美国，只是让他们每次申请单独的签证，是吧？来开会，来参加一些学术性的会议。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少会批了，一般情况都不会再批了。那么这一类的情况，从二零一八年开始到现在一年来，据说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了。 就是针对三十多个，呃，相对啊与体制靠得比较近的所谓的学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台湾前两天驱逐了一位拥有美国绿卡的这么一位中国学者。啊，他要求这个，他要求，呃，他去台湾的旅行签证上，他的目的是观光，但是他日程安排里面有一项是宣传这个。 呃，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发言，是吧？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民主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你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个前提条件，啊，你是基于言论自由，而不是带有目的性，是吧？你如果说带着这个中共的宣传背景啊，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体制内的一个工作人员。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全世界，啊宣扬共产主义，是吧？要把红旗插遍全球，这个就很麻烦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目不清的所谓的自由派学者，他们经常在发表的一些危言耸听的信息，啊，可能他们也经常说，像我这种对中国未来、中国目前的经济表示悲观的，啊，他们觉得我的言论也属于危言耸听啊，那个问题不大。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危害不是很大，对吧？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有许多中国体制内的学者，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这是一个职务行为。我们以前见到过很多例子，就他在中国境内宣传反美，在台湾。 宣传武力统一台湾，在美国，他宣传中共的这个经济能量啊，现在是全球第一，而且是正在蓬勃生长的一个红色帝国。其实他这些言论啊，背后都有的一个信念，就是中国势不可挡，他必将要成为世界经济。 以乃至于世界发展这个趋势的一个领跑者。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它需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加强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能力啊，它都会制造出一些所谓的外国威胁论。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国会的拨款上，很多政客他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当然，将军们就更需要了，是吧？因为将军所有的勋章都来源于他们的战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能够显示一点，中方对美方的科研人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是吧？这些专业的学者，早就开始了访问中国的这个限限制。呃，最早的一批可能是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就研究天安门事件的这帮人，九十年代中共就不允许他们拿到签证，不可能近距离的接触美国社会，呃，中国社会的。那么美方呢，因为一直在抱有一定的希望，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学者来了解美国，公正的介绍美国，这样呢，可能会带动中共内部有一些啊思想上的转变，政策上的松动。 那么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美方目前采取的措施，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对等措施。这个措施呢，早就应该开始，只是因为美方过于希望啊中共能有一个转变，所以一直拖，拖了二十年。现在开始的只是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一年了，公众才正视这一点。 呃，当然了，也应该感激那些，呃，耸人听听闻的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啊，他们把它编的段子呢，像真的一样，所以确实很吸引人，让大家把原来忽视的这个点啊，重新的关注了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在自由的世界中，有很多人，他们还非常理解不了中国为什么要和。 整个世界形成对抗，在理解不了的过程中，他们一直片面的强调中国的经济上的执行力。他们好像看不到事实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受了资助，对吧？那么，但是有一些面目确实不太容易分得清。其实世界经济呢，从 二零一八年开始，它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就是整个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跟中共说不。原先呢，可能有一些单独的事件，是吧？你要购买人家的这个，呃，涉及到一些敏感设备的啊，敏感技术的，可能加强了调查，是吧？审核，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婉拒，是吧？他不让你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其实不是了。 涉及到行业，啊，有一些行业，他已经明确的拒绝你，啊，进入，开始设阻拦了。至于像留学生，涉及到一些前沿科技的，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中断了，他不允许你再来求学了，因为你学成以后，你只能加强中共的独裁能力，是吧？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啊，都是这样。 所以，中国有很多海外在海外留学的这些人们，嗯，大家只能期望啊，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啊，未来回到中国，他们是唤起中国社会进、推动民主进程的这么一个总的。那么，绝大多数的，他们还是要为了中共这个独裁去服务的，他只能加强这个独裁的能力、能力啊，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整个社会从二零一八年开始，其实这个分分歧是，或者说这个分界线是很明确的，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站在中共这一边。那么过往的几十年，是吧？获取经济上这种成功，双方有一个互补，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确实在发展中共实力的同时。 西方国家也得到了很多便利。我们知道中国的学习能力啊，因为人口基数的问题，以及呃中国人本身的勤劳，那么中国在生产初级工业品和这个哪怕是相对比较前沿的一些高新科技的组装加工方面，确实有着自己的优势。中国也大量的扩招了。 啊，大学生。那么，通过大学扩招，中国培养了进入世贸以来十八九年培养了一个亿的大学生。在中国，他们其实都填充到各条生产线上去了，真正能够当官的没几个。所有的生产线上的工人素质，应该来说上了几个台阶。 是吧？从第一批农民工可能小学都没毕业，那么初中、高中，是吧？技校、中专、大专到本科，其实我们看到生产线上的工人的素质比原先高了好几个等级，这是中国在整个全世界的经贸体系中能够被视为制造业。 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基石。中国没有给世界制造业提供更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相对低廉的啊素质比较高的这些工人。另外呢，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放弃了环保对生态的保护，把所有。 中国当时能吸引进来的外资都吸收进来，那么包括一些化工企业、重污染企业，很多人都知道化工企业是吧？有一些这个化学污染和重金属沉积的问题。那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呢？因为所有的化工企业都是暴利行业，化工企业的利润不是以百分之十来计算的。 很多行业都是以百分之几百来计算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各地宁愿冒,冒着地方被污染的这种风险啊，它都要大力的招商引资，把一些无法解决污染问题的化工企业吸收到自己名下来，因为它会拉动地方财政，它会填充自己的政绩。 让自己能更好的升官，至于当地无所谓，对吧？现在是流官制，他不会对任何一个啊他曾经当官的这些地方负责。所以呢，中国的发展它本身有一些自身的条件，它是在国际社会允许它的情况下，就给他机会的时候，他才能发展。二零一八年开始，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很多国家已经不再对中共继续宽容，开始追究中共在制度上、在人权问题上、在各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甚至，呃，中共对全民的监控啊，经常出现一些笑话。他卖到美国的手机有一次退货，因为他三十万部手机，他执行的是中国标准，他在每一部手机里面。 都安置了一些软件，那么你到美国市场来，这就违法了，对吧？你侵犯购买者，就是公民的个人信息自由。说白了，你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了。那么现在呢？现在是全方位的，很多国家都在查找这一类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已经成属的这些生产线，将逐渐。 被关停并转。未来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点不知道在哪儿，但肯定不是制造业、制造、组装、加工，因为中共在电子设备上的不干净，是吧？后门之类的问题，因为中共在制造业中大量的使用了侵犯版权、专利拥有者的权益啊，这些行为今后都将被。 受到各国的追责，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制造业，那么抓着一个中共提供的大数据来宣传中共的实力有多强，啊，未来甚至会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啊！中国的经济一旦重新振振兴，能够拉动全球经济啊！其实做这种宣传的人被美方驱逐或者拒绝入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以后它会成为一种惯例，很多国家都会开始效仿。这个世界不是离了你就玩不转的。所谓的言论自由，它也是有边界的。当你的言论代表的国家意志的时候，你付出代价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惊诧。好了，谢谢大家，再见。